大家好，我是海边，因为我住海边。今日要带大家来去海边啊看夕阳。交通方式就是一直往海边啊行，伫台十七线的253出口落交流道，一定要记得哦，无你会后悔。然后咱就免惊，一直开。一直开，一直开，一直开，唔免怀疑，一直开，一直开，一直开，因为真正淡薄啊远哦，开到你怀疑人生，但是免惊，一定会到，因为伊就伫个海岸线的终点站，这一定爱坐正手边，一定爱坐哦，无你就会行唔到路。就是这条路，人得要到了。你唔好看这条路足荒凉的哦，就是因为真荒凉，大佛普拉斯过来才出境哦。答案揭晓，这就是分光口湖乡正海边的船卡乌口川，古名高尾墩。船口的这片水世界，就是咱今日的目的地虎口湿地乌口南麻地。作为一个有 sense 的观光客，就是要爱护环境哦。咱虎口湿地吼是一个真水的所在哦，啊，希望咱的游客甲钓客吼来这时唔通互别当笨手，啊，各位不要乱贴一些奇奇怪怪的广告物哦，破坏景观哦，不太好。这就是网友所讲的，无去过枉费你是台湾人的海角秘境。电影《一路顺风》最后进入气氛的画面，就是伫个遮收了命的哦。咱即摆看到遐电话条伫水底遐无？遐是中央广播电台电话线。哦，啊，即摆即个湿地内底全部拢是水嘛。啊，即个水是因为韦恩台风来的时，海花破去，海水倒灌进村子里面，啊，把这边的良田全部淹没了。哦，啊，自此之后就变成湿地了。接下来，咱就要找一个上佳的角度，欣赏美丽的黄昏景色，留下影片的记录。嘿，撒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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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撒！你若问我，这么偏僻的所在哪会知影？迄拢是因为我真正住海边。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，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，关心你的点点滴滴，掌声广播电台。